每日灵修清净主，活在基督里。主后2019年8月4日。主耶稣啊，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。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，渴慕的心与你相交。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，感谢主每天扶持我，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，信实的主，圣洁公义的主，大而可畏的主。我要敬畏你，听从你，尊你的名为圣。我把我的重担忧虑卸给主，求主断开一切仇敌及环境的压制，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恼我情欲的压制，赦免我被盗的罪。求主耶稣用今天圣经的话光照我，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，赐给我永生的生命。我要存爱主的心来跟随主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诗篇第89篇第20节第35节，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，用我的圣膏膏他。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，我绝不向大卫说谎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是信实的主，是真理的主。主耶稣啊，求你也帮助我守诚实直到永远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紧靠主，脱离罪权势，有主是真主在我心内，如此蒙恩我实在不配，荣耀归主名。箴言第24章第24节，对恶人说，你是义人的，这人万民必咒诅，列邦必震怒。对恶人说，你是义人的，这人万民必咒诅，列邦必震怒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不对恶人说你是义人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荣耀归主名，荣耀归主名，救主宝血将我罪洗净，荣耀归主名。马可福音第15章第15节，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，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将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不要为了讨人的喜悦而离弃主。主耶稣啊，求你帮助我信心坚定，信靠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
世界在背后，十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，十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，永不回头。